他不感兴趣。我也是。哎，这是我们点的餐。沸腾鱼片。有没有搞错呀？沸腾鱼片不加辣，这是哪门子做法呀？是那位先生特意嘱咐去辣的。肖总，你不吃辣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不吃辣要跟你报备吗？对对对，肖总，我记得你不吃辣。你不吃辣？我看这凉菜钵钵鸡挺辣的，肖总吃了不少。我吃的钵钵鸡。正好，我们林总监今天胃也不舒服，也吃不了辣。对对对。啊，下次了。啊，林夕啊，你以茶代酒，我陪一杯，一起敬肖总的绅士风度。您客气。多谢肖总。打到我这儿来了。你惹的事儿，你去搞定他。行。喂。我跟妈咪在忙啊，你怎么还不睡？ I can't sleep without you。 都这么晚了，必须要睡觉了啊！妈咪马上就回去了，好吗？ Can you come back soon？ 听话啊，把灯关上，先睡，好吗？放心吧，妈咪马上就回去了啊，我们在开会呢，好不好？林总监似乎对今天的菜品不太满意啊。张总，实在抱歉，孩子一个人在家，我们必须得回去了。哦，年轻有为啊，哈哈，孩子重要，孩子重要，孩子重要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孩子重要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抱歉啊，各位，有时间来公司喝茶啊。一定一定，您慢吃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向总，向总，再见。好，这顿饭吃的啊，如芒刺背啊。我想不到肖总跟童总是夫妻啊，完了，我刚还问什么前女友怎么办呀，完了完了。那为什么要让你前女友误会啊？什么？误会劈的是你儿子，干儿子也没错。有完没完？跟我还有隐瞒啊？我去给 Peter 打包一份桂花酥。雷天，林夕，今天辛苦了啊，抓紧送他回去休息，我们打车走。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他是为了你才把沸腾鱼去辣的。想多了，本来就不能吃辣。菊花茶怎么解释？他自己想喝呗。所以他在餐桌上说的是真的。什么？8年前你因为嫌弃他没出息才分手。重复了800遍的问题有意思吗？重复了800遍的谎言有意思吗？我大三去当兵之前，你们两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等我退伍回来之后呢，你嫌弃人家没出息跟人家分手。林夕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到底因为什么原因？我承认我们爱过，但跟他在一起2年的时间，他一直都是懒傻馋呆，跟他在一起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，这种人不分手留着过年啊？你呀，嘴硬了。老肖，别闹，不好笑。我，嘿，干嘛？你吓谁啊？就算他人在这，我也这么说。你看他刚刚在那上面那个小家气的样子。是不是嘛？就我跟你说那个四海的副总，他之前就是小家子气，又矫情。我就跟你说过呀，
嗯，老魏，八年不见了，还好吗？怎么还不走？孩子要是桂花酥，难道听见谁说我懒傻成呆来着？啊，说我呢？说我要多跟你学习学习。是啊，你看人家肖总现在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简直就是人生赢家。看来我还得感谢您当年的不嫁之恩了。 改天喝酒啊！好，好。你这张嘴啊，真是害了。怎么了？现在对我来说就是 nobody。过了今晚，我们两个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。哼，走吧，送你回去。 啊，你把莎莎送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回去。OK。 车后面有矿泉水，渴了自己拿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你是林夕的表妹，之前没听她提起过你啊。我跟她12岁以后就没见过面。这里。哦，这是以前的老伤了。怎么吓到你了？ 很疼吧？当时哪儿顾得上疼啊！一帮学生，毕了业然后去旅行，一半人进了山，没出来。等到把人救出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呢，有这么大一条伤疤。那些人肯定很感激你，一辈子都忘不了你。哼，希望这些人以后别瞎折腾，给别人添麻烦就行了。 举手之劳。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